己汽车作为线下上汽集团的门面担当，在科技层面自然也不拉垮。刚刚听完 Beats 千钧发布会，我悟了，这辆智己 LS7 不只看着牛，这里面啊确实有东西。坐进车内就是一整个 IMAX 驾驶视野，换座以前呢只会觉得这个穹顶大天幕啊 C919 同款工艺很厉害，但是现在才知道这块升降屏居然有那么多门道，怎么样才能做到如丝般丝滑，还能跨屏切换互动呢？而且啊这么大的屏幕只用了1.815芯片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往复杂了说，它是基于 Linux， 从底层。鱼的力气，底层逻辑已经开发好了，功能上线已经很快了，组队功能上线了，可以车机聊天，关键啊还不会干扰你的语音指令，所以说智己是不是有了更加人性化的智能体验？高速高架 NO 的实际表现已经达到了头部玩家的水准，这一切都得益于智己的 AI for Mind 的大模型算法。讲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更理解了智己 LS7 逼着千姐的努力和决心？智己 LS7 汇聚了下一代软硬件智能架构、大模型智能算法、颠覆性智能场景体验，让汽车呢可以像人一样思考，人一样操控，累计销量在30万以上的纯电 SUV 市场，中国品牌成绩啊是有目共睹的。期待智己以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